厅的谁呀？啊，我的一客户。俺家 CEO。开免提。哎呀，我的一个韩国客户开了免提，你也听不懂。我让你开免提。俺家 CEO。处理给给。母老虎在家出不去。阿西吧。妹子多多，阿西，妹子再多也保命啊！阿西吧，花花再有，阿西吧，我想个办法，马上知道。晓得晓得。嗯，好，就这样。干什么去啊？啊，那个这个韩国客户呀，太烦人了，下班时间还要让我把资料给送过去，哎，真是烦人，我都不想去。没事的，去吧。哎，其实我真的不想去，真的太烦了。没事的，去吧，工作要紧，赚钱最重要。行行行，那我去收拾一下啊。去吧。像